你像那塞拉斯的 bug，比如说什么偷螳螂、偷龙女那种变身，又这又那的，他那种 bug 又不好触发。你这福叶格刚才我塔下抽搐，你是怎么整？打个什么铁男？哎呦我的大锤子，他的锤子好像比我的锤子大挺多呀。哎呀哎晕锤，我又回来了，这波他有技能，往后点啊，走呗，锤一锤锤锤锤锤，闪现了，可以跳下来点岩锤，死了。他还带着点岩呢，挺好。漂亮，回家。先来一个小耀光啊，不行，不能来耀光，我们得来个小吸血，等一等钱。等一等 money。铁男现在没闪现，但是他升了，他把技能放了，锤重锤开翼，小兵越多我越开心，晕完走走呗，平 A 挖掘给来了，重锤平 A 接跳接平 A， 挖掘给来的很是时候啊，挖掘给这波呀，教你们这兵线怎么处理。数一数我们家的小兵是一二三四五，对面小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小兵，那说明这波兵线我们只要放着，他一定会往我们家这边推，所以我们这波兵线直接放着。铁男出来以后我能吃到这个车，他车他吃不到，兵线往这儿走，我们高他半级。看着没，他一个兵吃不到，而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一个兵跳上来，锤重锤开翼，补了个车，挖掘给又来了，查眼锤接重锤接平 A 接跳，哎我点岩，漂亮，挖掘给啊，我有吸血。正常来讲我一个人我肯定不敢跟他打，我要跟他打那指定是我跟他挖掘给就一块儿，好，这波兵直接吃了，我卡不住了，我还有两瓶药没事啊，往上这波升六，他上线我们六级他四级，再杀他一波，这波他还没点岩了，
这波升六直接吃药，闪现跳 A， 一晕点燃锤锤走位，开大招重锤重锤接重锤接平 A， 怎么少了一个重锤呢？杀完他以后兵线推进去，他又一个都吃不着。我们甚至还可以吃一个小塔皮，破败了，破败小件三个。哎，这些掉线了吗？ADC 没掉线啊，真贪呐，蓝莲汉，这有什么贪的？这波我们上线以后，兵线又往我这边推，我无论是控还是打他，都可以。他现在就应该立刻把线推过来，但是他不可能推得过来，我不可能让他推。现在他打不过我们。扛兵线上去跟他锤，直接跳下来锤，重锤开 E， 重锤，不让吃兵，把他们也算上，重锤。他溜了也没用，一技能锤重锤晕，哟、哦、漂亮啊挖掘给铁男有点惨啊，啊要 R 闪我，开大招上来锤锤接重锤，哟这什么玩意儿了，哎哎哎哎咦、哎哎，我维克托，啊，我也有点吃不动，晚上吃吧，要不？你尝一口吧，啊，好，啊，我嗑不动了，我吃那些水果。我知道。嗯。爬着死了吗？爬着死没死？我不知道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打野又来了，去吧。我把铁男杀了，不是我不去帮忙啊，一技能上来晕锤重锤，哎呀我操，这维克托怎么跑那么快呀、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三九九，重锤开 E， 晕锤，
这不能在这回城，这下路来了。下路是个啥呀？跳下来，锤重锤，开一技能，闪现晕，锤重锤，接重锤，锤开大招，锤接重锤，锤，哎，哈子来了，我操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我打他，呀哈！我给你一脚踹飞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先来个耀光吧，这样出。铁男舒服了，给他舒服了一波。但是你舒服也就舒服一波了，小伙子，这踹他有什么用的？艾克有大招，漂亮，把哈子先杀了。啊，维克托也死了，铁男没了，出来了，出来就把他杀了。他只要这位置没有眼儿，他就要死。他很显然，他这是有眼儿的。跳上来，锤重锤，接重锤开翼，锤晕锤重重锤锤，我直接跳上来点燃重锤锤，奶妈，我早晚有一天把你奶给你锤没，你等着。我刚一跳上去给了个大，他要我要知道他给大我不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收不回来了，我跳一半了。铁男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个屁，这波他必死，上波他交闪。他这波怎么玩他都得死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打得过我小伙子。我就硬拆这个塔，其实这挖掘机不来，应该他也打不过我，我感觉。这不能打了，溜了。回家出三项去。没想到啊，我又回来了。铁男这英雄单挑咋这么猛？
一个小反甲，一个炸血皮尼，一个破布甲，还害带呀，来吧，带我们就干啊。锤锤重锤，锤开一锤，重锤锤晕跳上来，重锤锤锤重锤锤。你说我两件套，我他妈打个一身破烂，我打成这样，你说这英雄，咱也不是说技能没躲掉啥的，操你哥了，真的。这多两件装备不给我干死了，不一点反，一点反击机会都没了。哎，你说我是应该先开大还是后开大呢？刚才大招应该后开哈，严阵以待，省着他偷属性，但偷的是主属性，也不开，也不偷护甲魔抗嘛。主属性不偷攻击力吗？我这高地没了，下高地。没人管是吧？没人管，我可拆了啊！真敢来呀！跳走，再见！太对呀！哎呦啊！想杀我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，短了，把河蟹打了，出一个蟹手的，这波拆中吧，或者我们来单上也行，队友拆中我们单上也可以，这 ADC 是没有大招的，要走，没事，让他们追，追我就跑，不追我就打。你看这我就上，也没用 ，ADC 没大，他也不敢上。你要是追我，你们家的塔，我跟你说可就都没了啊！还追呀？这卡莎，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，小伙。没想到啊，我又回来了。
对面现在就干什么呢？就等着我上头啊，然后我上去了，把我杀了，我们队友也都够呛了。你说这边打起来了，你说他们去不去？去是吧 ？OK， 我拆高地了。这人这人是有点多，没事，这边我死了 ADC 就可以拆东啊。但这人确实是有点多，我把门牙拆了，我也没想到我能死啊！关键是，我一开始以为我有闪现呢，我寻思我赶紧闪一手。能打过这铁男吗？打不过，一个幺杠十的铁男跟一个二杠二的 ADC。打起来居然是铁男占了上风，你瞧这英雄，哎，真令人难受，该削呀。这 ADC 才一件，那铁男连一件都没有，他一身破烂。ADC 这么烧吗？烧成这样啊！我天哪，这给我烧的，给我烧坏了，给我烧的，差点没把我给烧死。还好我有血手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把还挺难打，先把这铁男杀了，再杀个 ADC 吧，真烧啊这 ADC 呀、啊！就即使这个样子，我都无敌成这样了，这 ADC 依旧是非常的烧啊！你说你就走就完了呗，还非得要一直 A。早晚有一天把你奶给你锤掉，我告诉你啊！不用你烧，回他家。是时候该出一个死亡之舞了。队友拆上，我们拆下。
其实现在打大龙也是可以。全拆没了，慢性死亡了。这不，哎呀，这奶妈跑得太远了，杀奶妈！要踢我进去那能行吗？锤重锤开E，晕锤锤重锤，锤锤重锤锤，跳回来锤重锤啊！终于我把奶妈的奶给锤掉了。躺在了地上，嗯。